大家好，我是生活在泰国华欣的老徐，今天来我们班屋里的福特 4S 店给我车做一保养。这是 4S 店的一展厅啊，硕大的展厅，就一个人。这是游侠，这是中牧老马，外面两个小皮卡试乘试驾车，这是一台改装的软转，花了虎哨了。这是售后福特的一些里程啊，还有一些价格。这就是他的售后，就俩小姐姐。这个大姐这车保养完了啊，估计他颠了。架子上这车就是我的。支起来半天了，哎，就俩小哥哥，这4S店爽吧？一共五个人，一个销售，俩售后，两个干活的小伙儿，这是换的原厂机油。俩人还是听上歌了啊！他们泰国人干活，哎呀，太随意了。我为什么愿意来这儿啊？因为这个店人少，来了就能保养，不用等。这点挺可惜的，就是离我稍微远一点，不到一小时结账走人，一共4000铢，不到800，拜拜了您嘞，得劲儿。